应采儿、袁姗姗携热播剧《天使的城》做客《超级访问》《星星的故事》，两人首度合作，戏中四姐妹，戏外却不和。戏外好像也在欺负他，然后我后来就躲着他，他躲着我，但是他喜欢跟赵传玩。人家没有逼着我吃麻辣烫啊。对不起啊。应采儿为袁姗姗多次牵红线，却遭嫌弃。他每天会给我起码拉十个男人到我面前。我没有拉十个男人。在现场，哎，这个行不行？哎，我真的不容易哎。你做了有吗？我包有的，没有成效。戏中男神，戏外却遭应采儿嫌弃。现实生活中的袁弘或李晨吗？不好吗？一脸嫌弃。李晨我受不了啊。应采儿抱怨陈小春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男人，看他真人就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吗？什么说中文？什么他很小气，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袁姗姗现场如何回应网友质疑？挺难过，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很委屈。有没有一瞬间想过真的离开演艺圈了？有那么一瞬间吧。应采儿、袁姗姗爆笑姐妹情，尽在超级访问《星星的故事》。欢迎收看《超级访问》，大家好，欢迎各位。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录制，方法很简单，你来说。我们的屏幕下方呢会出现我们超级访问的微信的公众账号，就超级访问。你输入进去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体了。对，然后我们会送出我们的礼物呢，还会邀请你到现场然后跟戴军进行拥抱。对，我们今天要请出的这两位，他们刚刚合作了一部戏，这部戏叫《天使的城》。对，他们两个呢都很受欢迎。对，性格呢很不一样，但是因为拍这部戏就成为了好朋友了，因戏结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把两位女主演请到我们的现场了。好，我们掌声有请应采儿、袁姗姗，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哇哦，你看应该走的步伐都一致。哎，好安全到了。谢谢，谢谢两位穿的这么漂亮。春天，很春天。对对对，你看采儿今天穿的好性感呀。生过孩子的人就拼了。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吗？是的。啊，现在对对方的感觉怎么样？还行吧，不太熟。这样的，用一个词儿来形容这个应采儿，就一个关键词，你觉得会是什么？哇，你看那眼神，哇！没关系，一个水果也可以。你比如我看到戴军，我就想到了榴莲，因为他喜欢去泰国呀，对吗？对。啊，那姗姗，你觉得应采儿，你想到一个词或者一种水果，怎么形容它？火龙果。火龙果也是很甜。火，对对对，其实内心很甜啊。对，外表很火，还长着刺儿。那你形容姗姗呢？想好了？我觉得她是假文静。因为我总觉得他内心其实很狂野，但他没有表露出来。明白，就是外表冷漠，内心狂热。所以你一直在挖掘，我一直在挖掘他。用我们学表演的话叫解放天性。对，到底他们这次合作有没有解放天性呢？我们这期超级访问就会有人来爆料。对，神秘嘉宾马上出现，走入我们的超级访问，谢谢。请坐。好，谢谢。台湾出生，美国长大。香港出道的应采儿可谓是演艺圈中的幸运儿代表，在2000年参加选美比赛获得亚军后，便被刘德华选中出演《全职杀手》。You gotta take things easy, or you gonna lose it。之后，应采儿的演艺生涯便一路扶摇直上，在与诸多明星大腕合作的电影中出演女一号。你怎么回事啊？我有事要做。你不会叫我就这样子出去吧？我有事要做，你在这里我集中不了精神。与杨幂同班同学的袁姗姗也是娱乐圈中的幸运儿代表之一，毕业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女一号生涯，先后在《宫锁珠帘》《王的女人》等电视剧中担任女一号。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同情你吗？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改变主意吗？我告诉你，我不会。我是坏女人，我是铁石心肠的女人。你不要再过来了，你要再过来，我就打你了。这次两人在首度合作的电视剧《天使的城》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我作为一个女人，但是我生不出孩子，所以我抱我老公去跟别的女人生孩子。嘿，
哎呦！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有钱就可以不尊重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也是辛辛苦苦从群演做出来的。你给我关注娱乐圈。这部剧是由曾执导过《牵手》《心术》《今夜天使降临》等诸多缔造过高收视电视剧集的金牌导演杨洋倾情执导。25年呐、啊！哇，好奔放的一个戏啊！你这多少集啊？一共38。刘颖彩儿在里面那个劲儿就很像她那种，就很爽朗女汉子和女神的混合体。然后珊珊那句“要滚出去”，不过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指他说的。两位能够第一次拍这样一个戏，而且成为好姐妹，应该感谢另外一个女人。对，下面要请出女神，请出我们的火龙果，另外一位火龙果。来，有请著名导演杨洋，欢迎。又，哇，杨洋。我还没来放下，你不是要跟导演抱一下吗？导演，我们俩被定义为是外表装文静，内心很火热的，就是菠萝型。导演是一个什么人？合作下来，刚才我们用水果来形容了吗？导演在我心里像妈妈。妈妈，那就是香蕉。不，我跟你说，妈妈有各种类型的妈妈。对，有的妈妈挺厉害的。对，应采儿，那个导演在你心目中什么样的人？他刚刚出来不跳舞吗？他拍戏的时候不会这么 funny。拍戏成什么样？来模仿一下，前面是监视器，导演是什么表情和动作？女导演戴墨镜吗？戴帽子，戴帽子，每天戴帽子。模仿一下，来，就一直皱着眉头。开始。哦，拿一支笔。咔。就一直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太奔放了，然后导演那时候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去演的时候，我说啊，我导演，我怕你受不了我，你记不记得？对，真的，我说我比你还疯的。对，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比你还疯的。那我想问一下导演，其实珊珊跟应采儿都是特别就是个性强的两个人啊。然后您是看过他什么戏选的他们两个人来演这部戏呢？天使一，今夜天使降临啊。我就找的采儿，临快开拍了，他给我打个电话，导演，我的天使降临了，我就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对，怀孕了啊！您是看过他哪些戏呢？对这个人什么印象呢？因为我有很好的导演的朋友，刚拍过他的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都推荐他，看了我的那个角色以后，都觉得。应采儿，几个导演都给我推荐他。为什么演这个角色都觉得我那个后来是刘涛演的，所以呢，等到《天使二》的时候，我就想这次一定要把他给找来。那个找珊珊呢？珊珊呢，是我们对于这个关莎莎这个角色呢，我们找了好多人选，我都觉得不太合适。后来那个副导演都快被我逼疯了。后来有一天我坐在那儿，突然“袁珊珊”这三个字就是降到我的脑子里来了。对，真的就是天使降临。本来写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演艺圈就是快没演艺圈里边的一个很努力、很抗争，但是总是被人被人打压、被人误解的一个角色。很受欺负，但是他自己很不甘心，很努力的这么一个，你刚才开始讲袁姗姗的时候，应采踢了他一脚。不要踢人家，不要欺负人家。而且他们三个的在戏里的关系，马苏和应采儿，他们专门是欺负袁姗姗的。对，他长这样不让人欺负。所以戏里戏外已经对，所以就这样了。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您刚才说到一点，我还特想追问一下，说想到一个努力的女明星，然后被误解、被欺负，然后就这样，袁姗姗就跳了出来。对，她的名字就跳出来了，在别人心目中这意思是不是误解你啊？而且这真是很神奇，就是说我事先并没有看过她的戏，对，而且也不知道她在网上那么热闹。哇，她那穿越剧可红呢。是，而且关键是我听说。导演想到要找袁姗姗的时候，他让副导演说：“你能调一张她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吗？”是，对，他就完全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就蹦出来了。那您一看她的照片，有没有从面相上看出这个人很委屈？啊，说的袁姗姗跟那个现代版林依云，我太委屈了，很努力，很委屈，很努力，很委屈。而且很多人一听说我要用袁姗姗，马上都出来反对。哦，为什么呢？对，就说啊，袁姗姗你也敢用？我觉得，哎，他怎么不敢用啊？他挺好的呀。然后也说不出啥来。对，很多人还在我的微博上，抗议我。
然后就觉得我不应该用袁姗姗，但是我从开始第一次，你们两个快抱一下吧，你们两个听一下这一段，不同人不同命啊！你跟所有人说就应该用应采儿，你跟所有人都出来反对，对我就不服，袁姗姗太可是我太委屈了，我眼泪。对，我觉得杨洋导演，你跟姗姗做了一部戏嘛，对吧？开始有人反对，您最有发言权，我们谁都不打岔，您就说一说。也不用不客观啊，合作过程中对姗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啊，所以我合作完了之后我就特别的奇怪，我就在我的微博上后来就告诉大家，我就姗姗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而且也很有天分，在创作上真的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且呢她呢是非常就是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总是希望突破，总是希望突破，而且很大胆，在表演上很大胆。没有，我说是在表演上的现状。他因为演古装剧已经演的，据说很火了，是吧？我还没看过他的古装剧，但说据说很火。完了，有的人质疑说他演古装剧，他能演得了现代戏吗？啊，也有的人担心说他在网上有那么多攻击他的人，那你的戏会不会连带被攻击？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觉得大家看了《天使城》之后，真的会对袁姗姗刮目相看。我起码现在得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们先给那个导演鼓鼓掌。2013年7月中旬，名为袁姗姗滚出娱乐圈的微博热门话题出现，很快登上热门排行榜，并长期占据排行榜前列。有网友认为，出演过多部古装剧女主角的袁姗姗长相差，演技差，还有网友组成反袁姗姗后援团，很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击败袁姗姗粉丝团，他们甚至还喊出了反对袁姗姗作为演员的一切的口号。你干了什么了？到底怎么那么多人骂你？在那个新浪微博上面还特别有他的那个话题，那话题名字叫袁姗姗，用到戏里了。滚出娱乐圈！你给我讲讲这一段，你怎么就那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对，把这句话还用在自己身上。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演了几个比较大家争议比较大的角色。特别胆大，总是挑战经典。其实不光是我啦，还有像我们差不多这个年纪的年轻演员，很多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多多少少吧。刚才那个男的喊的说你滚出娱乐圈，对，就是你设计进来的。对，然后你现在听到这句话，你是会在那乐呢，还是说还是很难受？当时挺难受的，我也会在想啊，为什么。对，就是好像一路走来都挺顺，然后开始拍戏了，就莫名的会遇到这些东西，开始会觉得挺难过，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很委屈。你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我父母还挺担心我的，当时反正听到了就是来北京陪我，他们怕我会不开心吧。然后慢慢的就是接触朋友，他们都会开导我吧。慢慢时间长了，稍微就可以能放下，也能学会很多东西。首先就是你可以用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就是也许可能自己也有一些不足，大家会这样，那么就是检讨自己。还有像以前遇过这些，这一路走来其实我挺珍惜那个时候的，因为那个时候让我觉得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就拍了有一天嘛，也是那个时候，就那段时间告诉我自己啊，原来我是坚强的，就是要坚强，更坚强，就这样。有没有一瞬间想过算了，我就真的离开演艺圈什么的？那个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吧。也就是一天。但他后来很好玩，当时做了一个爱的抱抱，挺有勇气的，就把那个你攻击我，我把这攻击的行为变成了一个公益事业。什么意思？爱的妈妈，我这个我不知道。爱的妈妈就是因为网上有很多人来骂嘛，然后我当时就是不知道静姐你去过那个蓝天孤儿院吗？去过。对，你去过那儿？那儿有一个孩子叫小明月。小明月，然后当时是腿，他的两条腿都是这样的，就是往右边这边。一边的，对。对，然后呢，就当时就是说，在网上你骂我一句，
然后我就去捐5毛来救助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也是通过这样一笔钱，就是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哇，看来骂你的人还真不少。哎，我想问一下，玉彩儿，以你的脾气，如果有人敢写这句话来骂你，你会怎么办？你敢写吗？敢写吗？敢写吗？对对，我也不太理他们。不是，我觉得你不会像珊珊这样的，还是这种去。我看到过有一次应采儿真是正面反击，我当时都惊着了。什么？好像也是通过微博。哦，有人就是乱发信息给我老公。告诉你啊，哪个女的再敢发这些奇怪的短信照片给陈先生，哼，我就发微博，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爆出来，听到没有？还两把枪。枪。我就很烦这种女人们。哎，我就觉得这就是你啊，珊珊，你怎么就不敢这样的？哎呀，所以说当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已经不想自称为女汉子了。你本来是女汉子吗？对呀、啊、我其实我在别的组我都是很爷们儿很女汉子的，当我遇到这个，到这个戏就戏里戏外就各种小女人。哦，微信里是小女人。 sorry 有没有让你发挥，对不起。对，你还没有开发出来。电视剧《天使的城》中，应采儿所饰演的离婚律师赵苏杭与袁姗姗所饰演的三线女演员关莎莎是关系非常好的中学同学，在剧中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经常会分享彼此的感情生活。专打离婚官司的赵苏杭，我离婚了。我演艺圈三线女演员，我觉得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奇葩。但这部剧是两人第一次合作，戏外应采儿为了能和袁姗姗迅速成为好朋友，也是煞费苦心。因为我真的没有说跟她那么熟，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们三条线，女孩子的戏就是聚集在一起拍的，大概前前后后也可能拍不到一个月，所以。我们一开始跟马苏啊，我们三个人是装熟在演戏的、啊哦、真的不认识嘛，所以我当一开始到剧组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跟他们两个熟起来，就是那个他那时候生日嘛，然后我还送他一个手机壳，我说我们就假装很好，你知道听出来假装了，要不假装就送手机，真的，你要一个演员你演员你要催眠自己，比如说哦，你在戏里爱上那个袁弘，你也得喜欢他呀、啊，不喜欢他不行，那我们三个同学然后长大了以后变成好朋友，肯定要赶快加速的联络感情嘛，所以我就有逼我自己喜欢他，经常逼着就习惯了，逼着逼着觉得好像哎，在戏里欺负他，在戏外好像也在欺负他，当然没有很严重啊，就是他也在躲我吧，我觉得就老敲他房门，他有时候就是他老敲我房门给我送麻辣烫，生活中吗？然后就我已经胖了很多了，那个戏就一直在等一下，我要是我一开门见到什么画面，那给我们讲有一个女演员穿了一身很奇怪的衣服，有点像太空人，但是有一点雨衣的质料，但是太空人的衣服、啊、然后满身大汗，脸是红的，然后这样开门桑拿衣，然后我就头一进去，电视就播了那个正我在跳操，郑多燕，郑多燕，然后穿着那个就是桑拿服是吧，然后我说不行，我得看一会儿，这太有趣了，然后我很尴尬坐在这儿，哎，你怎么还不走？哦，你跑人那还坐着，太有趣了，这个画面穿着一个我没有看过那个桑拿衣，主要是我就感觉，然后他脸就是很红嘛。你去吧，淘宝上都有，特便宜，69。然后他当着你的面，他还会跳吗？就跳了2下了，后来就哦，真的是跳舞。他就坐在那儿，但是你给他买麻辣烫，你是关心他对吗？对，就减每天减肥，我特别容易发胖。然后我后来就躲着他，因为他每天喊珊珊来吃饭吧，珊珊来吃，一到饭点走，我们下去吃饭吧。然后我说我不下去，然后、哦、我买了麻辣烫，你来我房间吧，他刚好住我隔壁。然后我再不去的话，直接敲门吃麻辣烫吧。不容易吗？对，我容不容易？你说，你想要搞好关系，然后搞好关系，我以为你想他胖了，显得你脸小呢。哇塞，一下子道出真谛，被发现了。玉彩儿，我经常说神经病啊，真的是啊，女神经一样的女神。她
他是人来疯，非常人来疯，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嗨起来，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大家的气氛带嗨起来。然后我经常说他好 low 啊，他都是那种红酒，让我们给他买很好的红酒，然后配着麻辣烫吃的那种。其实挺大大咧咧、很开朗的那种。珊珊呢，因为他要减肥，他不太吃东西，然后他也不喝酒，有时候偶尔。大家晚上在一块聚一块吃点东西喝点酒聊会天，他参加的会比较少，然后在那里的时候会很安静，他其实是那种很安静的，在旁边安安静静也不太说话，然后大家喝嗨了他在旁边很冷静的看着，然后到点就回去休息了。对，在房间里面跳郑多燕减肥操。我觉得你特别像东北人。我是北方人。是吗？叫山东的。山东，你不是台湾人吗？祖籍，哦，所以我跟那个马苏，我们聊起来说，哎，我们两个就可能比较对一点。他是南方那种，我不吃麻辣烫，然后我们就吃吧，没事儿。珊珊，他就老想把你解放出来，对吧？对，我要回房间跳郑多燕。所以我总说我遇到他我输了，这话不跟他玩了，我跟男生玩，不跟他玩。男生你有谁可以玩？任红啊，也只有他吧。来，我们戏里男生都有谁、李晨、任红、乔振宇、赵传，你肯定不可能跟、对呀、对，只能是跟任红玩了。前面三个听的都有小声，突然来一个赵传，对，也挺穿越的，我觉得。对，赵传是他爸爸。珊珊喜欢跟赵传在一起切磋音乐。他躲着我，但是他喜欢跟赵传玩。人家没有逼着我吃麻辣烫啊。对不起啊，你怎么想起找赵传了？开玩笑，赵传其实是我很喜欢，从以前就很喜欢他的歌。后来呢，这个戏里边我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流浪的歌手，然后我当时呢脱口而出，我说哎呀，如果赵传能演就好了，就我其实完全就是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想。后来我的副导演居然真把赵传找来了，而且呢给赵传一说，他还答应了。还唱了主题歌，还唱了歌。在现场他唱了很多歌，他一唱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拍了，一直听他唱歌，特别好啊。人特别好，赵传人特别好。一般导演都喜欢把自己的偶像抓到自己的戏里。你是说你吗？导演你喜欢赵传哪首歌呀？我们大家唱给你。现在我特别喜欢他那一颗滚石，就是在我们戏里面唱的。我唱的。导演说我马上就。天使的城这部剧中不但有老腊肉赵传的亲情演出，也有李晨、袁弘、乔振宇三位当下最火热的男神强力加盟。你要是真把这孩子生下来，他这辈子就废了。你听没听见？他这辈子就废了。我就是个犯贱的假高富帅，每天拿自己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现在玩现了，现眼了，鸡飞蛋打了，我活该。你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我吃完，人的脑子就会变慢，人就会变傻。我吃完以后，我就会变成一个疯子，我就成了一废人了。我不会吃的，我不会吃的。他们三人代表着三种风格迥异的男人，这样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哪一款才是应采儿和袁姗姗心目中的男神呢？拍这个戏的时候会想吗？男人有各种类型，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你会想吗？他每天会给我起码拉十个男人到我面前。我没有拉十个男人，在现场，哎，这个行不行？就感觉是个男人的。哎，珊珊，你觉得他行不行？我很有爱心的问了他，我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你好像也没怎么说。那我说那就袁弘吧。就反正袁弘就是他的受害者。那李晨在，我说那就李晨吧。然后就谁在，我就说谁嘛。对呀、那怎么办呢？我看他好像太热情了。他没有男，就我据我所知，他好像没有男朋友嘛。对，没有你热情，他跟你互动吗？就是很冷漠的，就是没有啊。不敢接啊！我发了好久都发不出去。做你朋友真好。对呀、乱点鸳鸯谱。想到剧组很多恋情嘛，想到对他总说我是那种发不出去的，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他，就是喜欢跟应采儿这样在一起，你说他俩是多有意思的一个互补呀，是吧？互补，我觉得你太会挑演员了。对，我觉得他们都在角色里面，他们就在角色里面。对，他会给身边的每一个很乐于给身边的每一个单身男女牵红线，
不是发微博说了吗？基本上他身边的朋友18到58之间的单身女性，他都跟我签了一个遍，就是一个媒做职业媒人的良心，给他给珊珊也是全部签了一个遍。你看珊珊，她适合哪种类型的男生呢？你觉得呢？因此还不靠谱，给他每个拉的类型都不一样。但你比较靠谱，至少我有做啊。对对对。哎，我真的不容易哎。你做了有吗？我包有的，没有成效。没有，我有在摆心里。不能跑题啊，导演是因为导演其实都是看人最准的。您觉得他的性格，比较适合哪种类型呢？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很，疼爱他、很呵护他的人，就比他岁数大的，爸爸型的。哦，是这样的。岁数大的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珊珊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子。她心里有很多东西，她不愿意往外吐露，她愿意自己去默默的承受。如果将来她的另一半能够去真的很体贴的去了解她心里边的那一部分软弱，因为每个人都有软弱，外强都有那个，对，都有自己独撑的那一面。那个男生要很细心，很能够发现这一些的话，能够成为她生活中坚强的保护者，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你觉得是谁？你。看吧，而且上海人，阿童也你要保护我，也对对对，而且很有钱，勇敢男士，那就好，那就好，有钱有腰有双眼皮儿，喜欢去泰国这件事情，省钱呀。那您觉得应采儿跟陈小春合适吗？我觉得很怪，是吧？对啊，你想啊，你觉得我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就是所有人让你选，对，还有一次机会的话，对，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袁弘或李晨吧。你是说现实生活中的袁弘或李晨吗？不好吗？一脸嫌弃。彩儿，你演得太好了。李晨我受不了啊。李晨是所有人公认的大好人。对，他那种大好人，我会就是多体贴。我会气。哎，真的，李晨，我就认识所有朋友，就没有人说李晨坏话的。不是坏话，是我。我会觉得他那个是被我欺负的那种心，他驾驭不了我的。他驾驭不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小春也是痞痞的，他会被你欺负吗？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会被我欺负啊，我是后来才发现。他想找一个能够驾驭他的，结果一找来，他把他给欺负了。我跟你讲，小春是因为演古惑仔啊，或者他那外表，他那种一回家马上就老实了，肯定，对不对？还行吧，他有他驾驭我的地方哦，对吧？就是在某一部分，其实外表上大家看觉得是我很比较 有霸气这样子，但其实在家他要凶起来的时候，我也会小女人。你会撒娇吗？偶尔还是要的。他很会撒娇。必须要的。怎么撒娇啊？这还挺吓人的。这还挺吓人。想打我的。哎，做演员我驾驭不了。珊珊，我说两句话。冲在戴军，他就那种嘛。太熟了，会笑场。那种是吧？他是那种。这样的。不要装小白兔。上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的香港系列电影《古惑仔》，不仅让人们记住了长发帅气、敢打敢拼的陈浩南。和有情有义、脾气十足的山鸡。陈小春扮演的山鸡不仅风趣幽默，而且侠肝义胆。这个痞痞的坏男孩迅速俘获了很多少女的芳心。当时年仅13岁的应采儿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年仅22岁的应采儿与自己年少时的偶像陈小春拍摄电影《魔鬼天使》，迅速擦出爱情的火花。2010年，他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这对相差16岁的恋人在香港举办婚宴。成为娱乐圈中的一段佳话。1、2、3、4、5、6、7、8，看那个《古惑仔》的时候，就两个男人，我喜欢山鸡。
你好难。谁选？你选山鸡？我。我以为山、啊。你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喜欢山鸡。我喜欢山鸡。我喜欢那个郑伊健，郑伊健浩南，哦，那我们别聊了哈，因为我觉得陈小春那种很酷，但我觉得这个人是跟我是两个世界的，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肯定惹不完的事儿，而且那是演戏呢，姐。不，那我会觉得他是有气质的，就是我如果跟这样的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就是忠心，你要去迎合他，我跟他走。啊，我觉得郑伊健就是看那个戏里觉得是很会谈情说爱的那种人。我当时不知道，哎，我就是喜欢他那个人角色，就是那种有情有义，然后痞痞的，然后也搞笑，就角色上郑伊健的时候浩南，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那个角色的时候很喜欢他。对，但是我看到他真人以后我就不喜欢他了。我们以前同公司的，对，然后我们同公司很多年，然后一看他真人我就所以你看他真人很多年你们都没有好。没有啊，就好奇怪，就这个人不是我的 style。 你不想驾驭他吗？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值得我被驾驭，不值得我驾驭啊，不值得我被驾驭。可是他没有感觉，很可爱啊，这种我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吗？什么？说中文？什么？很怪，而且那个时候他出了名是叫孤寒城，他很小气啊，听说了，从来不请别人吃饭啊，然后也不请工作人员喝东西，就是很小气。我一听到这个我就你知道吗？后来你们结婚以后更小气了，因为是你们俩的钱了。后来我认识他，就是我们两个开始好的时候，他就变很大方，他改变了，我不知道。他碰到我了以后，他自己改变了很多，跟我没关系。他浪漫吗？他不浪漫。他想要给我任何浪漫，都会被我，就是识破的，破掉的。对，就有一次在剧组。然后想要就是给我惊喜，就是突然间回来找我，结果好死不死剧组那个时候跟黎明他们拍《鸿门宴》嘛，微博上有剧组那种被困在山区里的《鸿门宴》剧组，哎呀，我那个心就扑隆扑隆狂跳，然后我就找不到他了，微信也找不到，电话也找不到，然后那个我就发微博了，我说有没有人知道那个。你知道微博力量真的，因为微博力量很庞大嘛，有没有人知道剧组现在什么情况，我想要知道他们是被困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后来结果真找不到，真的很担心嘛，我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我只能找那个黎明的前妻。那我给他发信息，我说你老公在不在剧组，因为我老公跟你老公在拍嘛，那如果你老公没事，那我老公应该也没事啊。那么你找人前妻，人前妻说我早就不跟他联系。那个时候不是前妻。你们聊得很好啊。难怪你的表情这么快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一直有种乱入的感觉。当时是老婆。我不要跟应采儿说话，她胡说八道，我跟她在一起也会胡说八道。然后呢，而且你发微博那拍黄飞鸿那个地方怎么会有 WiFi 呢？谁拍黄飞鸿了？黄飞鸿你给搅乱了。哎呀，你也输了。都没有好好听我说话。好鸿门宴。好的，然后呢就跟着那个然后他老婆当时的老婆现在的前妻就告诉我啊，我老公说他回来了啦。哎呦，那害怕吧？没有，不害怕了，他早就离开剧组了。哦，他回来给我惊喜。但是给你识破了。对，但是中间我很生气，因为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去哪里了。我觉得女人都会这样的，他去哪里鬼混了。 为什么没回家？后来呢？后来就识破了，我就说以后不要给我惊喜了，因为太吓人了。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你会给他手机定位吗？有这样的功能吗？你是一个我真的不知道。你定位吗？因为赢了。其实首先这个东西不叫找人，这个叫找手机。他怕你手机不见，叫做 find your iPhone， 他是怕你手机不见的时候你找自己手机的。但是人跟手机肯定在一起嘛，而且人也找到了，人就找到了。他不是找他的用途不是找人，他是怕你手机掉了。对，你觉得主要采儿她怕她老公的手机掉了。我怕我老公掉了。
找回来。那你有没有问过小春，他娶了你以后，他其实有点压抑啊，就不再那么释放了。你这么厉害的一个女人，他也释放够久了，该收了。珊珊，你看到他的婚姻，你还想结婚吗？我是给你做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对，就各种找手机，你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我都会教你。哇塞，那谁还敢要我？有你。怪我是吧？袁姗姗是赢家儿子徒弟，怪我啊！通过这个节目来乱暴露来了，怪不着我发不出去，以为是你在给我介绍。那彩儿要陪孩子的时间多吗？还挺多的啊。就你陪孩子的时候太多了，也会这么开朗吗？开朗还是会有的，但我还是会正常一点。有一次我们那个他晚上说他要回去。几点几点的火车，我们在深圳拍嘛，回香港，结果我们那个跟他演对手戏钱征就跟我说，导演，我今天有6种想法要演这场戏。就故意的吗？对，彩儿啊，我们要演6种想法给导演。我给你演第一种。他当时马上就跪求我要滚。我1种就够了，我求你让我回家吧。那时候我儿子不到6个月嘛，就把我抓去拍戏。比如他刚才在后台就跟我说，静姐，今天我录像一定要这个抓紧，因为录完这一场你就直接赶飞机回香港要看孩子了。对，其实我差不多要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录一个时间到走一个，是吧？ 对，节目到最后就是我们俩了。我们俩到最后就要慢慢聊。我很喜欢创新啊，最后他们都走了，我们聊了这3个人吧。还会秀照片和视频，有时候会给我们看一下宝宝的视频啊或者照片之类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刻忽然可以感觉到他身上母性的光辉，然后等照片那个一收起来，唰，他的那个母性光环就收起来了，就变成另外一面了。现在我跟彩儿都是为人父母了，所以我们时不时的都会聊到孩子。我记得有一次在就是剧组同事们在一块聚餐的时候，我们在饭桌上，然后就看见我跟孩儿两个人一直在聊孩子，其他人都听不下去了，然后说你们能不能不聊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聊着孩子，因为可能是我们之前认识的时候大家都是孩子，那现在已经成父母了，可能这个话题会比较偏重于孩子。我最后问彩儿一个问题啊，就是看你很爱你的儿子嘛，有没有想过再生一个？小二，刚刚那个导演一直跟我讲叫我生嘛，啊，要想要生嘛，但我找不到代母。哎，你有没有事干啊？是觉得没有男人要吗？一直没有发出去，算了，你先给我当干妈吧。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说我认识英彩儿，没有男人敢碰我。请彩儿来推荐一下这部戏吧。这部戏说真的哈，这部戏就是虽然说很多地方是很温暖人心，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很纠结，很纠结的。因为首先不孕这个事情，在我这个角色里面是很困扰我的。其实我很能够了解，因为当时我在怀孕之前，我等了大概2年才等到宝宝来的。所以在拍摄的期间，其实讲到这种关于生不出孩子啊，宝宝，其实那个眼泪就自然而然就流的，哭得很厉害，我哭得很厉害的。就不要看我跟神经病一样，但是我演戏我还是很认真的。所以那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个戏，因为不要对观众放电，没用的，我们要看戏。因为很好看，你就看吧。谢谢三妹，来。哇，这个软硬兼施。我们特别想跟导演走走后门，如果下回有机会，我们特别想客串杨洋导演的戏，一个镜头也行。因为我们太喜欢跟他们。李菁这句话在节目里用了15年，跟每一个导演说，导演每一个都答应。结果呢？怎么样啊？都客串了，《匆匆那年》有没有看到我的成功演出？5秒钟的镜头，好意思，你真是。下次给我来个15秒啊。OK。15秒，确定了。遇强则强，那也希望大家来支持这部戏啊。谢谢大家，本期超级访问成功，谢谢。